找不到就找你。啊，我们 OK， 来，我们开始又直播，现在线上直播。啊，跟助理两个，我们穿情侣装。情侣装。颜色 OK， 颜色。好，来。有啊，有线吗？这里有没有人在线上？你看一下哈，好像网速不怎么样啊，来试试看。声音和画面会清楚吗？来。有啊，有人上线，可是给我知道一下声音和画面会清楚吗？我们现在做 Hilux 进来这个什么吧，榴莲吧。啊，榴莲吧。这个榴莲吧，我们来找刚刚不赖的榴莲吧，这边来吃榴莲。听说有黑刺，有二十四，有什么啊？猫山王。还有什么榴莲品种能够的话，全部念出来吧。苏打榴莲。那等一下，我们就是金枕头，一零一，他们有一零一，他们怎么小凤老树 ，SO，OK， 什么都有。告诉你，我们今天一定是刚才我们不要吃东西，肚子空空进来，爬山爬了过后肚子是挺饿的，所以我们现在这里就是进来吧里面吃榴莲哈。你们有经过吧吗？我没有哎，这是我第一次，我不知道进榴莲吧是怎样子，然后在榴莲吧就在榴莲树下这样直接吃吧哈。等它掉还是它已经掉下来啊？还是摇它给它掉，完全不会，我不知道，我没有概念。这不给你们看看一下哈。现在我们在 Hilux 里面，因为它的路有点颠簸哈，所以我们感觉上有一点想呕吐这样子哈，可能把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吃的东西全部呕吐出来了，过后肚子空空吃榴莲。给你看前面的路，这是村长，村长驾车，哇。Hello， 哇！来你的，哎，老师，我要找榴莲吃。Hello， 这边 ，Hello， 看到吧？来，老人家。啊，来，有，我跟老师打个招呼，你要回来哈，有榴莲呢，吃榴莲。好吧 ，OK 好。哎，我们去吃榴莲啦 ，OK， 多有人情味啊。所以我们走这一条路进去哈。风景很美，感觉很好。哇，这个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还在酒后哈，酒后的刚刚铺在这边哈，感觉上去到外国，今天很有旅游的 mood 哎，我一直觉得很有旅游的 mood 的感觉的，地点很像纽西兰的，真的哈，等下，哇，不用买飞机票，今天出国的，一直游，下面有放几只牛下去你就跟人家就是纽西兰，哎，纽西兰是绵羊哎，啊，绵羊也可以，啊，对，找山羊来放几只，这样就下了哈。好，我们要到了吗？还没，还有一段路。还有一段路哈，我们还要再走一下这个颠簸的这一条道路哈，我们慢慢走。OK。我们靠近普莱山脚。普莱山脚，看一路上我看到很美的 bungalow 哈，这边，我也好有一种冲动哈，很想在这里买一间屋子哈，这里空气很好，环境很好，那感觉很好。OK， 但走这种路我就不习惯了哈，太过。颠簸了，你看我在那里转来转去啊，有点辛苦，可以拍照喽。太辛苦吗？OK。OK。那这里是烟雾哈，养烟的地方哈。来，等一下，我们差不多要到了哈，要到榴莲园了。现在这条路还是很一路都是榴莲园哈，一路都是哈。我们云居圣山。哦 ，OK，OK， 可以。现在我们在车上，摇来摇去，有种头晕的感觉哈。还好啦，为了吃。OK， 我们还是人生的另外一种体验哈。所以工作归工作哈，偶尔还是要有一点这样子的生活乐趣哈。那榴莲季节嘛，上个礼拜听说更好哈，更多榴莲店哈。那上个礼拜又没有吃到，这个礼拜我们来这里看到。这个香蕉树啊。香蕉树吃香蕉哈？不是。各香蕉，各香蕉。你这里还让草用哎，你看后面全部空的，是打算摘榴莲吗？是。又吃又拿，哪里好意思？那个原主是谁啊？原主听说是一个孤独的老人，他好像隐居深山二十年，没有出来过。没有出来过市区哈，没有出来过我们市区啊，所以他在深山里面隐居的，所以我们来吃他种的榴莲哈。OK， 不好意思哈，这种东西哈他又不收费啊，又免费的。你看这里的多美哈，所以是这个样子的。香蕉园还有。这里有香蕉树 ，OK，
偶尔来这种地方感受一下这种乡间的生活哈，然后进入深山的感觉也是不错的，但一定要驾这种车了。 Hilux 我的 BM 啊不可以驾进来啊，嗯，我们趴在一边，所以我们这样子慢慢的驾进来哈。所以你看前面的那东西晃来晃去就知道我们路走的多辛苦哈。嗯，慢慢走，这里负离子很好哦，所以你看全部空气非常新鲜，感觉真好，感觉真好，有一种不想回去做工的感觉。助理你会吗？你看做我助理多好，你知道 他来应征的时候啊，是很帅的，又瘦又帅，就是有点被他吸引到。然后现在我看他那个感觉肥死了，我已经跟他改名字叫小胖他也是里面有一定有河流啊，因为这山它里面一定有河流，可以看到吗？这边就是普莱山，风景挺美的。这一带哈，这一带的地都是好像都是99年地哈，那些风景是挺美的。所以我们在一路的走进去哈，哇，那感觉好好哈。你要吐啊？是吗？真的吗？可以吗？哎，哎，又来打招呼了，这村长哪里都是朋友。红毛丹来，有红毛丹吗？有红毛丹，来，我们拿红毛丹。里面还有，我们先拿几粒，我们拿几粒哈，Income tax 一下。哇，我们又天然自己种的，自己种的，我们拍水拍水，没有打药水，真的不好意思哈，拿你一点东西哈，我们经过这里。上次我们进来也是老大长。也是啊，是啊。啊，榴莲有了，榴莲有了哈，我要吃榴莲，黑刺有吗？我们好好笑，我们又成功了一点点，挡不挡？我们是这一路走来，不要成功了，还有的顾哈，还有的顾 ，OK OK， 还有的顾来，多开心！你看在，是啊，在发给我，拍到多好。所以在乡村，在这些地方的生活跟城市人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啊，很有人情味，非常开心。偶尔进来呢，感觉也很好哈。啊，吃狼不蛋吗？你要留肚子吃狼不蛋还是吃？哎，跑进来里面拍呀。黑沙的那些群里啊，进来拍了。真的？因为现在都跑回大自然了。啊，是啦，走回大自然了。可是，哇，会辛苦吧？走进来里面拍，是找个厕所都难了，我看。哎，那边有厕所哈，在不过沙发里面还好吧，还好啦，就这样躲在里面上厕所是，我是觉得没有问题的。打一个招呼就可以了。是拜拜一下哈，讲一下说，习惯了。是啊，我觉得就这样回归田园大自然的生活是最好的，其实那是我最向往的。再多几年吧，给我再努力在事业上多几年，然后我就把全部东西，交给接班人，然后我就好好的回到乡村去生活，找一个我喜欢的地方去生活。这里是谁？里面有神庙的吗？哎，这我很好奇耶，我想知道。是我带你去。是吗？有一个济公庙哈。是我们去走一下庙，走一下神庙。OK， 好好好，原来里面有哈。有。香火会旺吗？OK， 又有完线了，刚才一下子断线了哈。来，我们再继续，不要给它断线，我们继续哈，不要换下一个，我们就这一个直接进到去里面去吃榴莲给你们看哈，你们只可以看，不能够吃哈。红毛丹和榴莲会不会太热啊？两个加在一起，我怕太热哎，放热气哎，等一下人生病怎么办？我又要去准备去旅行了，多两个礼拜我要走人了。有盐水哈，盐水哈，盐水 OK 哈，等一下我们要喝很多盐水。野水也是有的，野水也是有吗？去那边，我朋友种野盐，还是哦，这里有野盐，好像很多猴子哦。香芋盐，这里什么都有哈，你看多好。
OK， 又有线回来，一下有线，一下没线，没办法了，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哈。随缘随缘，嗯，没关系，没关系。啊、来到纽西兰了，我们来到纽西兰了，哇，真的好像纽西兰，真的好像。我翻回来给你们看，真的真的很像纽西兰哈。我们来到纽西兰，哎，放两只，放两只绵羊，我们这是就是在纽西兰了，很美哈，这大自然哈，啊，多漂亮。纽西兰。嗯，哈哈，蛮自得其乐哈，人生就是要这个样子。OK， 纽西兰这样子都给你们想到哈。哎，刚才我们拍到石头照片也是。我们爬黄金来下了雨哦，它有云间在。啊，云海这样。云海哦，哇，很漂亮哈。它就好像是在外国。嗯，所以说边去到这样远啊，今天我们本地马来西亚也有很美的风景，包括那天我去的那个阿拉巴杜那个叫煤炭山的地方哈、啊，也是很好的。你这么来，我觉得你有一点不行啊，是吧？他好像要吐了，有纸袋吗？有纸袋吗？没有，没有纸袋。谁啦？谁啦？你真的要吐？你外面开窗口啊，叫我们开窗口的。开窗嘛，开窗嘛，这个纸袋可以用吗？不用紧啊，不用紧，你们继续继续。可以吗？应该是吃太饱了。应该是喝了汽水。喝了汽水过后，有一种想呕的感觉哈。没有啊，没有事，没事。没事啊，等下去到那里，你会不会没有胃口吃榴莲啊？深呼吸，深呼吸。看前面啊，你不要看旁边。哦，可以，看前面。啊，看前面，你不要看那个定的东西啊，你要看远的东西，才不会有呕吐的感觉哈。我的助理已经不行啊，想呕吐了。嗯、然后等一下，这样你不可以吃榴莲呢，因为你吃了过后你再出来，我们还是要走回这条路，你们全部给我吐出来。对，对，我们走另一条路，这样转一个圈出来。OK， 茶土土方油。啊，给他给他。你妈妈看了会很心痛哎，你不要这样。Thank you。嗯，好。可以吧？对呀、啊，走过这样的路。是吧？年轻人，哎，你开窗口，看着看窗口外面，啊，看窗口外面会比较舒服。真的、啊，人生突体验。我还期待你保护我哎，我还期待你，还是你没有信心够？应该是没有信心。你老板没有给你信心？哪有？吃好住好睡好嘞。是不是太摇了后面？这太摇了哈，多厉害！太摇了。我太摇了。要不要你来坐前面？你要坐前面吗？还是你走路？等下回来。我走路就晕下去了。你可以选择走路。还有多远？要到了，到前面就是了。啊，前面就到了。那天我们来还下过雨哦，那个路更滑更难走。啊，是的，就这条路的确不好走哈。所以我们在车上都一直摇来摇去，坐不惯的，有一种晕车晕船的那种感觉哈。啊，止晕要止晕一下哈。所以为了吃榴莲，你看近八次榴莲也不容易哈。有山猪吗？里面？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山猪的话题。啊，我觉得我挺怕山猪的，因为我觉得我跑不过它，绝对跑不过它。但是跑不过辩解，我们可以爬树，因为猪是不会上树的。OK。啊，老师行吗？你 OK？ 我 OK， 我们完全没有事。哎，我面试哈。看电话。我还可以看电话，我还可以打字。啊，助理就不行啊。看电话。他没有啊，他没看电话。加关闭了没有啊？加关闭了嘛，这种还拉屎他不行啊！哎呀，没有富贵病，富贵病。嗯，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Facebook 这个镜头，你会晕的。就是，因为它定的。啊，你看前面，看眼，你看眼的，啊，看眼的，这样就行哈。啊，来，到了，到了，完全。我们坐的是 Hilux， 所以比较摇，而且这个地方也没有办法，你只可以坐 Hilux 进来。OK， 就这样摇来摇去，我还 OK 了，我还没有晕的感觉，一种坐船的那种感觉哈。摇来。只是有些人坐不惯。还会笑不错啊。啊，还会笑不错哈，不要吐啊，不要吐在人家车啊，这辆车不是我的啊。不会，看住啊！等一下我们要洗车了。不会。他讲不可以吹风哎，所以坐车想要呕吐怎么办？不可以吹风哎，他说不可以吹风哎。这样你是不是不要？没有啦，不要开智然后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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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到了到了，忍一下哈，忍一下。好多狗。我怕野狗。不怕，不是野了，他的他养了，他养了，关窗口了，我们到了，嗯。来吧，我们到了，我们到了，好紧张！我的D24，D24，还有我的红马丹放在车上，红马丹丢一边不重要，榴莲比较重要。还有这个黑刺，还有猫山丸，来，
好，来，我们来到了，我怕狗。啊，我们来到了，我们来到了。后面有很多狗哈，哎呀，我们来吃榴莲了，被咬了吗？老板在那边。老板在哪里？老板在养鱼。养牛蛙，哎，我们去看牛蛙。还没有吃之前，我们先走走看看一下哈，我们来走。这里特别痒啊。哎，我要，我要，我要。你出来了。OK， 好，谢谢。防蚊子的，很多蚊子哈。来，怎样？老板。老板，我带贵宾来。贵宾啊，老板，这一个老板20年没有出来过市区哈，一直留在榴莲园里面。你好，来来来。哎，有老板你好，老板你好。嗯。哇，老板，老板，来，老板，你懂这是什么吗？你懂这是电话吗？这是电话吗？这是电话。老板，老板，很与世隔绝，所以他不大懂这东西。来来，我们去看牛蛙，我们来看牛蛙哈。什么是牛蛙？你们懂吗？啊！吓到我！快跳出来吧！不会啦。哎，我很讨厌哎。你还摸这个水，这个就是牛蛙。金龙鱼，很有金龙鱼。金龙鱼在哪里？哦，是吗？哎，我对这个山水啊，很冷啊。我返回去给你们看，这牛蛙很恐怖哎，很恐怖。我们一进入来走，都是这样。很恐怖哎。很恐怖。我才跳进来。我的牛蛙会掉下去吗？习惯就好。哎，那天我们来看江小弟啊，那一下子成功了。哟！而且有味道。来来，走走走走。好多好多牛蛙。OK， 好，来跟你打招呼。啊，这个。你看他进打，你看他进进，然后人来了他就来了，他就进来，他就进来。静静乖乖的、哦、你看他全部静静了、哦、静静乖乖哦，我走过去他就跳了、哦、我走过去他就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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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这个比较小只哎，啊，比较小只，这是 baby 来的，你看看你们看啊，静静了静静了静静的，然后我们走过去走过去走过去，哈哈，我们有点变态，他跳不出来了，他跳不出来哈，不然折伤。他的麻烦你抓。牛蛙咬完了哦。牛蛙是拿来做什么？牛蛙是甜菊粥。哦，拿来吃的。啊，甜菊粥。我吃素嘞。没有啦，这个。放生。放生啊，对啊，给他。放生。给他买来放生啊。可以放生吗？金龙鱼老师。哎，我们来看金龙鱼。我们来看金龙鱼哈，这样看呢、哦？那里哈？这里也是，这他们自己养的金龙鱼，你们看到吗？金龙鱼来的，哎，紫色的颜色怎么这样子啊？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它是养来这么的。这个老板，他是以这个为生的吗？你们看一下四周哈。哦，他是养金龙鱼，哎、养牛蛙。他的住。那个是梁老板。啊，老板。老板，老板，老板啊、哦，老板。哇，这样。好多牛蛙、啊，金龙鱼，然后这是榴莲园、啊，我们来等一下就是吃这个榴莲哈。来走，我要看牛蛙。是真的给他吓到、啊嗯哦哦。你们吃的甜心猪了，所以你们要做这种事情。哎，你有小呕吐的感觉了吗，助理？差好了哈。他不会跳上来呀、啊？你确定他不会跳到我的手上面来呀、啊？哈哈哈哈哈！这个算是小只的哈。这个它也成长的过程。哇，好多嘞！你看它好多牛蛙吃。那边还有。那边是什么？哎，牛蛙的 baby， 牛蛙的 baby， 蝌蚪。牛蛙是蝌蚪哈，牛蛙的 baby 是蝌蚪来的来。我好好奇哦，我好好奇，我告诉你，我没有看过。我弟弟，走走那边过来。
这边金龙鱼比较美哈，好吃哈。小的蝌蚪变成小青蛙了，蝌蚪变小青蛙哈、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学一些科学。这个就是蝌蚪，看到蝌蚪吗？你们看到吗？蝌蚪。啊，这里好多只蝌蚪。蝌蚪就是变成小青蛙，所以它像鱼这样子哈。这个就是蝌蚪，你们看到吗？蝌蚪是长这个样子的哈。蝌蚪慢慢长出前脚还是后脚先呢？前脚还是后脚先？后脚先长出来，然后才到前脚，然后就慢慢变成小青蛙。所以看到小蝌蚪吗？这些都是小蝌蚪。OK， 看到吗？这是还没有变成牛蛙之前的小蝌蚪。然后你看到墙壁上那里，它就变得慢慢变成小小只喽。看到哈？嗯，看到金龙鱼这边哈、啊，来，我们看一下美丽哦，大只哦，大只的金龙鱼，哇！你们忘记今天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吗？推车去捡，我们要推车去捡哈、啊！哇，好多金龙鱼，看到吗？哇，好多龙鱼啊、哦！龙鱼是吃青蛙的，哎，不是啦，不是吗？你看到吗？现场的你们看到吧？给你们分享一下哈，好多龙鱼哈。OK， 来，我们再继续走，看一下这个地方哈，很滑啊、哦，小心哦，像橡胶树，走过去会应该没事吧哈？我很担心那个青蛙跑上来罢了，牛蛙不叫青蛙，那个叫牛蛙，然后我又怕狗，狗应该不会来追我吧 ？OK， 来，我们慢慢走过去哈。好有意思哦，你看、我没有做工跑过来做这种事啊，这里好多，来给 OK 给你们看蝌蚪哈，蝌蚪先长后腿，看到吗？先长后腿，后腿，蝌蚪先长后腿的、看到吗？有些蝌蚪是有后腿的，看到哈、这个就是蝌蚪，这个就是牛蛙的 baby、牛蛙的 baby， 看到吗？牛蛙的 baby 哦，看到有后腿的吗？它先长后腿，然后才长前腿，然后尾巴就慢慢不尖掉还是断掉，不尖掉还是断掉，收回来 OK， 然后才变成牛蛙，看到哈，好多哈，哎，好多，真的好多，它人工繁殖的，哎，那里一堆已经长出来了，铁罗汉很可爱哈，铁罗汉啊，有，刚才他们在一起就全部铁罗汉，是吧？这个就是，看到哈 ，OK， 来，为什么有些白色哈？那个已经是变成青蛙了。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呢，这个是什么？一样啊。哎，这个已经开始变大了一点，你们看到吗？水里面后脚长出来，有些前脚长一点出来了，你看它变大了，它已经慢慢变大了。啊，已经慢慢，而且它比较近哈，比较乖哦，这已经成熟了一点，然后那个已经是成型了哈，那就成型了 ，OK， 啊，所以这个已经是慢慢的。我帮你去弄喝水。不要。OK， 来，我们再继续看这个有什么？老板，这是什么？哎，这是他 baby， 最小最小的 baby。蝌蚪，小蝌蚪，好小好小啊。那个是鱼。那个是。小鱼哦，是啊，小鱼，龙钩鱼，那不是蝌蚪吗？不是，啊、哦，这是小鱼，哎呦，蝌蚪头大大的，OK， 把它站在上面啊 ，OK， 那是小鱼，你看，我的鱼都有尾巴了，这个已经有尾巴的，注意看啊，尾巴会慢慢竖小，会不见哦，尾巴会慢慢竖，这个是还没有竖完的，看到吗？还有尾巴的，这个还有尾巴，但是尾巴还没有竖完。看到吗？OK， 我开始不怕他们了。咦，你看有尾巴的，第一次看过哎，我第一次看哎，那也是一堆有尾巴的，是不是第一次看过？好有趣耶！看到他们游泳的时候，有尾巴的，好可爱哦。怎么舍得吃？你们不要吃肉。OK。OK， 来，这个是什么？哦，这个大只，
这个就比较大只，这个就比较大只。OK， 来。那你去看大牛蛙，这个是小牛蛙。这是小牛蛙，还有大牛蛙，几大？啊，你不要笑啊，我要做好一点心理准备哈。应该有这样大。你这样大手掌啊，哦，我要做一点心理准备了。小智，我跟你讲，跟这位大哥讲，朱大哥讲。老师是风水师，不像啊。我要不要帮你看看两盘哦？你要看了要改来改去哦。来，哎，还有金龙鱼啊，里面。金龙鱼没有呀，没有呀。来，我们来另外一个池塘这里看哈，好有趣啊。二幺就是榴莲啊，叔叔。OK。哦，这是大只的哈，来给你们看一下，还有更大的，哎呦，变大了。这就变大了，差不多 了，差不多了哈。来，我给你们看，返回来给你们看，比较容易看哈。它的声音哈，真的有声音啊哈。冷静，冷静，冷静。这个早就差不多了。哦，有点晃。这个大只了，你们看到吗？大只了，然后会发出牛蛙的声音。来，大只的在哪里？最大只的。成功了，大只了。哇，这只很大哎、欸，很大哎、欸，我叫它出来。哦，这个更大只啊！哇，哇，很大哎、欸，真的很大嘞、欸！牛蛙、啊。这打算怎样？叫它起来、啊。没有，这个是好像是传宗接代啊。哇，这个真的是很大。真的很大嘞、欸！哎呦，可以长这么大，真的很大，真的很大。像你，真的很大，真的很大，而且它的颜色，嗯，那你会游泳的，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哇，好多大大只的，大大只，大大只，好恐怖！来，那边，那只满肚子，满肚子。蛙式啊！好笑了，蛙式。啊，游泳啊！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可以看人啊！哦，因为它会先看人的。哦，什么看人？哈哈！先看人。哦，爬两牛羊。这个还是它有病？哎，这只有一点问题哎。它头是这样子的。啊，它头歪的，好像有点问题哎。哎，这个是八岁的嘞。啊，你好，好，就八岁，八岁。哇塞！哎，头真的有问题，头歪的。啊，头歪哦。嗯，这真的有问题。嗯。八岁游泳。哇塞！这只不是死的，还在游泳。哎，它不是死，它不是死，它在游泳，还不是死，它的招数来的，看清楚。他没有死，他 OK 的，他 OK， 等一下他就返回来了，你们看他。OK， 可以了，可以了。还在哦。这只还在，这只还在。假的。你看哈，这只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反祖。我真的不明白，他转不过来，帮他一样，哦，返回来了，好好玩呢、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娱乐的方式，找娱乐的方式哈，妹。你看这次返回来，好奇怪哦，我不懂他在干什么，很多只头都歪歪，这样子来看人，我不明白，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很多只哎，头歪歪的，真的很多只哎，很多只头都是歪歪的。OK， 等一下，这比较活跃哈，是的，等一下啊，那个荧幕好像有一点事。哇哦，我看我的助理在玩什么？你在玩什么？你在玩青蛙哈？
较大只的哈，这比较大只，但我们看着比较小只。打扰人家睡觉哎，我们可以去吃榴莲了吗？我们可以去吃榴莲了哈，我们要转走过去，走走那边去，哎，走那边去，老板叫俊明，那边走。OK， 来。来，我们小心果饭，果饭，果大便。我们要开始去吃榴莲了哈，等今天来的最终目的就是吃榴莲嘛。等跑来看青蛙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看到很兴奋啊。我们没有这种机会看这种东西啊。你看这一群都很乖 ，OK， 静静哦。有些时候青蛙是很静的，很乖的。等有人过去打扰它，它就很紧张，很紧张了，然后就跌罗汉了。OK， 来，我们去吃榴莲了。走吧走吧，你们只有看的份，没有吃的份哈。OK， 我们进来里面了哈。怎么样？这些榴莲树都是很有。很有年龄 味道最重要是好吃，最重要是好吃。年龄三四十年，三四十年还打得出国没？哎，还可以啊，越老越香醇。真的、啊？真的真的。你问这个昂哥，昂哥哈、哦，昂哥，榴莲树越老是越好吃吗？可以啦，肯定哦。嗯，年轻的就不好吃哦。年轻的就不好吃啊。哎，看这个，年轻的不好吃啊。越老越好吃、啊。要去看一下有吗？好，可以。谢谢你啊。嗯，这也是盐，这也是盐水哈。啊、哦，哥哥哈，山竹山竹有没？这里也有山竹哈，啊、哦，好爽啊，好爽，好爽，还没有熟，还没有、啊，哦，那是山竹，是哦，山竹，我没有看过山竹树，山竹，山竹树是这样子的哈，看到吗？山竹，可是还没有熟的山竹，看到吧？哎，这边也有一粒哈，给你们看一下，这就是山竹，但是还没有熟 ，OK， 嗯，熟了就红色，熟了就好吃了哈，来，有这吗 ？OK 吗 ？OK， 你第一次进来吗？这个是第一次，第一次啊，那是什么可以吃的、啊？狸猫，狸猫啊，酸干啊，可以吃的吗？可以，还没有熟的，这么小粒，咱吃。酸了，它可以挤水了，喝水了。嗯，酸干水，酸干味道。嗯，狸猫，来，我们慢慢走哈。体验一下，体验一下乡间生活，巴里面到底是怎样，他们的日子怎么过？啊，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们城市人有时候过不惯，但是多几年吧，七八年过后，我就会。回归乡村的生活了，七八年吧，给我一点时间哈，把事业全部稳定了，接班人找好了，啊，可以退休了，来好好退休了。嗯，这些都是有历史。嗯，老树老树。老树老树。在哪里？哪一棵是好吃的榴莲树？我们在下面等，是吗？电完了，我只看到客，我只看到榴莲客。哎呀，榴莲！这是黑刺，这是黑刺吗？真的吗？这是黑刺，我只看到这样子，我有种不甘愿的感觉。会掉吗？榴莲，它会自己掉下来哈？会啊，现在过掉哟。过掉了，叫我们要怎样啊？我们在这边等它掉啊？没有啊，去找啊。怎样去找？啊，地上，地上找啊。地下。地上找榴莲，然后这样自己开来吃。跟我想象中不一样。这榴莲味有吗？比较少哦。真的、啊哦？没有了。有啊，上面看那这样那这样还有。真的、啊？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他们翅膀烧了，这什么意思？这个是段子。大概好多榴莲翅膀烧了。打了太多。我们只是看到这种客，鱼桶这边还有给猴子吃的啊！哈、啊，我来的不是看这些，还有几粒哈、啊，在上面，哎呀，怎么这样子？我才不要！第什么？第24？你确定是第24？这么小绿，我都被骗的感觉。
玩具。驾车这么辛苦进来，摇了这么久，都要呕了，回来给我看这种东西，太过分了。赔了不可以啊。老板，真的只是这个样子啊？嗯。真的是这样子？不是啦，这个留言。你好意思这样招待我？我都不会讲。你好意思？随便啦，等一下我开来看有没有得吃哈。好过没有哎、欸，好过没有，拿住先，拿住先。红包单我不要，就这样，心有不甘。哈。我们来这里慢慢找哈，找看榴莲，有吗？老板靠你啊哈。没有，你自己偷偷收一两粒起来嘛。你自己偷偷收起来嘛。哎，很多蚂蚁哦，它给蚂蚁咬。哦，在树上呢，在树上，又不可能去摇它下来，也不可能采。这个打开来最多里面只有一粒种，一粒，谁吃？抢的要死，等一下，我们这样躲人。第二十四，上面有，上面有，上面在哪？哦，是啊，上面啊，还没有掉哎、欸。还要等它掉。上面来，我给你们看，上面有，我们来我们在这里。有了有了。有几粒？上面有啊，上面有。哪里有？上面有。有哪大粒了？一粒大粒小粒。真的吗？我很激动哎、欸，我非常激动。他们讲找到一粒了哈，我讲一个黑翅。第二十四，那个猫山丸在哪里？红猫丹我不要，不稀罕。红猫丹我不要，这里很多红猫丹。我还是去档口买算了，花钱去吃吧。啊？有啊？真的？我们体验一下，他刚才跟我们讲，偷偷已经收了一箩给我们俩哈，在另外一边。等一下我们去吃，啊，吓死我！真的以为只是这个样子，什么意思？现场有抓到一粒啊！现场找到一粒哈，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哪里找到的？这边呢？你看它的那个，就是刚刚。OK， 等一下哈，我返回来，来。哎，很小粒哦，没办法，现在是榴莲的尾，所以它是看得出这个是刚刚跌下来的，是新鲜的。这个也可以拆开，哎，蚂蚁小心，不要给蚂蚁咬。OK， 香啊，香。等一下，我不要，我不敢，我有蚂蚁。有蚂蚁，我拿我这里 baby 的可以吧？等一下我就撒这里来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哈。来，我们去吃榴莲了，带回去那边。老板骗人哈，他那里还有留一大箩，吓我。那边有榴莲啊，你去到有的是。来，记得哈，我要几种品种的红毛丹，彩虹毛丹是。脏脏。嗯。有点脏。老板，你说这里面会有榴莲的吗？嗯。这里面会有吗？这个啊，有没有的？应该是没有。有了，怎样都有一粒吧。一粒种子。是啦，这边呢。或许有一粒哈，等一下可以敲开来看哈。这么辛苦找到的，我一定要吃它。OK。来。来，走，我们去。我们走。来，自己捡榴莲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看时间，看季节，来看运气哈。那运气不好嘞，就是这样子捡到这样子的。我们还要用那个车来推的。真的哈、啊，没有叫我，你真的是。啊，激动啊！是哈。刚刚跌嘛，跌，现在尾了了。真的，刚刚跌，你下次叫我。一年跌几次？一年跌几次？一年啊，不一定啊，年尾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年尾啊，七月就一定有，六七月啊。六七月哈。啊，一定有，有一年了。你看现在七月都还没有到，就已经没有了嘞。
怎么讲？不要拿那个，不要拿那个。那个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不要拿。好的。嗯。走，听说有偷偷留了一些，一箩。听说了，我们现在不大相信他们讲的话了，我要去看到了才相信。今天的收获就是这个两粒，今天的收获哈，老板自己都偷笑了。俊刚肚子饿了吗？可以哈。是哈，又现在原本是用这样子的车来拖的哈，又就这样，今天的收获就是这样 ，OK， 哇，也是不错啦，有两粒一大一小，走，来我们这个拖去拖去宰的来吃，我们几个人分够吃吗？来，这位老板又来了，榴莲山。Hello， 你放那边哈，榴莲啊，放在那边了啊。公啊，怎么品种？他的榴莲是在里面没有品种了。没有品种了哈。土种榴莲了。土种好吃吗？好吃的，好吃。苦的。有些苦，有些不苦了。榴莲多数是甜的多。都是甜的哈，嗯。好，试试看，有的吃就行了。我现在已经不计较了，只要不要给我吃牛蛙就行啊。牛蛙也不错啊，牛蛙怎样吃哦？牛蛙有煮过吗？怎么煮？田鸡粥 ，barbecue 啊，还有那个叫做什么啊？还有那个人家种温蒸哦，煮那个山苦瓜也是可以移得到的吗？是没？啊，煮山苦瓜，土方啊，拿来炖它水来喝。那一只整只田鸡拿去炖啊？啊，杀好了田鸡啊，吃得到了吗？它会血条板会提升。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什么猪，那个什么草啊？箭猪草。箭猪草啊，箭猪草。箭猪草。OK。来。现在有什么东西？跟我讲，我只想看榴莲。来这边。来，有狗哎。OK， 来，我们开始哈。洗手，我手干净。够吗？够一下吗？来，看一下，哇，这个还有隔壁榴莲园的是吗？都有。安哥你的哈？这个你拿过来的哈？来，哇，谢谢你。这个叫什么品种？这个是山榴莲。山榴莲。我所谓的所有品种都没有看到的哈。啊，这个大力。他也不懂啊，不懂，开来吃就对了。开来吃就对了啊，不懂是个。哎，没有那个手套，我们怎样开？有手套吗？有专业。可以帮我开我刚才干的这里吗？我这里最可爱的。有吗？刀。啊，我要看，我刀在这里。啊，但是我要看这里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啊，这里。来，这个靠你了哈，我在这里比较难开。看有吗？有啊，老。这会有刺，会有的刺吗？你猜里面有几个货？你猜。最多是两个粒了。我才有猜到两粒哈，我猜一个。不到。来，这里是。有啊。有吗？有吗？有啊。这可以吃的吗？可以。真的？我带回来的。可以吗？可以吗？会到。嗯。可以吗 ？OK 啊。嗯。有点酸，有点酸。有点酸。哎，好俊。还不错啊。还不错哎，我不管他了，我没洗手了。我的。老板，谢谢你。老板的榴莲。它里面还有吗？老板。它里面还有可能吗？有。再开。来，好吃。那。啊，真的。榴莲酸，迷你。榴莲酸。
嗯，真的有的。嗯。来，嗯。过去切啊，那是两点啊，两点。嗯，所以呢，不要嫌弃人家小个，不要嫌弃人家小个哈，看一下哈，给你们看一下哈，这个很美的，哇，一粒。OK OK， 小个里面还是有的，哇，这个也是好哈，这个小粒挺好吃的，苦的哇，开玩笑，好吃。是，妹妹你开心开心，嗯，开心开。你看这个多么的美，嗯，开，嗯，开了，啊，还是不错的哦，这个 baby 的是还是很好吃的，我吃我吃我吃，五年了，你忘，嗯，啊，这个也是好吃好吃，有谁啊？嗯，你终于买榴莲，快榴莲到，嗯，嗯。好吃好吃，嗯，这个小粒的呢，我一个人吃完，哈哈，还不错，还不错，这个好吃吗？这个颜色看起来不错，好吃吗？好吃好吃哈，这个好吃好吃哈，不要跟我抢，哈哈哈哈哈。妈咪丢那边，哎，丢旁边就可以了，好吃好吃，嗯，欢迎来耶。丢哪里？这个你吃这个就那边那个，哎，随便丢草堆。这个就是天然的，天然的。哪一个好吃？随便拿个，这个好料。拿到什么吃什么。这就是土种的。嗯。好，我看你们尽量吃，吃完它。没有 double 味了，一定要吃完的。一定要吃完，一定要吃完，没有 double 味。就尝匀一下。嗯。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刚才那粒小粒的好吃，刚才那粒小粒好吃，真的真的，刚才那粒小粒好吃，我没有冤枉他，嗯，还可以找那个101，嗯，101，看到吧，我们这样子的在这种地方吃榴莲多有味道，你懂吗？慢点啊，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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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还要叫榴莲来呀？摸喽！不要，不要再叫了，不要再叫了，够了。不是，不行，吃不完了，吃不完了的，吃不完了的。怎么样？101，哥你要吃吗？去找101。哎，我要101。他去找他。我要第二十四，我要黑刺。黑刺。你帮找那几种就行啊。黑刺啊。拿个杯跟他画一下那个刺。黑刺刚刚来很少哦，还没有哦。猪油的哟。太多太多。没有，吃完了。嗯。是这里比较浓。嗯，请问这个种子丢哪里？丢眼里面啊。地下也可以。OK， 这个好吃啊，这个好吃啊，比较浓，质地比较好。少不过味道很香。这里好吃，这里小的好吃，这里好吃。容易吃的那种，没有什么肉了。嗯，放这有椰子吗？别了，放这了。椰子，等下我们出去那边。嗯。我们捞过去啊，火锅啊。嗯。你们看好吃吧？是啊，我要去研究一下，韩国一些。太好了。太好吃了，嗯，我要准备放这去了，怎么办？青椒可以吃 ，kiwi 呀 ，kiwi 可以不放这去吗？我敢讲这里一定好，真的，走开！我敢讲味道一定好，味道啊。真的吗？你辛苦了哈，你真的辛苦了，你辛苦了，你要吃吗？导游。这里他讲味道一定好，我拿。你吃它味道一定好。你怎样知道？太老板了，那个哇。嗯。好吃，每个都好吃。我还是喜欢我刚才那里 baby。哈哈哈哈哈。好吃。坐来。嗯。啊。那个感觉不错，不酸不酸，有的吃不酸。够亮哦，颜色。嗯。我现在喜欢吃橙色的，哇，那种是猫山王哎，嗯，去，你看，嗯，我手拿不到 ，baby 的，嗯，这里面我就放这行，嗯，都甩了，我丢这里。
等一下才洗手。那个小丽的哈，这个好吃哈，应该看起来不错哈，应该。美丽都是，美丽都是。嗯。来，村长吃。太爽了，这榴莲就要这样子哈。你们在做工，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在做工。你知道我们现在多逍遥吗？你看我们多逍遥吗？我们在什么树下？这是什么树下？山竹树下吃榴莲，你看我们多么浪漫。然后你再看，哇，大家在伺候我们，帮我们切榴莲、开榴莲，那感觉多好，多逍遥快活哈。你们在城市，可能现在在对着电脑。那我们在这里开开心心，空气很好。然后，汉族，蚂蚁。啊，终于了。那个放过来。真的吗？我还没有吃完这个。你吃这个。真的吗？嗯。真的吗？你不要骗我，这个好。妈妈帮我干预。妈，你们怎么知道？你每个都跟我讲好，我这样吃下去不是？九九一次，九九一次。而且我告诉你啊，浪费到哪一个程度啊？我只是咬两口，他叫我放下来换一个。你很奢侈，你知道吗？在外面卖几贵吗？进来就没有价钱了。嗯，这个是我们的午餐了哈。可以，不用紧。好，留给你啊，好吃吗？好吃。啊，留给。你不介意的话，你就留久一点，他煮一餐三餐给你吃。煮什么东西？榴莲。马来餐。马来餐。榴莲餐。有了。你这里那里有什么食材？你不要跟我讲，你煮那些甜瓜给我吃啊！我吃素了。随便吃，然后扒里面。扒里面哈。你这里有吃那些甜瓜吗？你也是有吃那些甜瓜？没有，不吃哈。我不可以杀。啊、哦。我养不可以杀。哦，有这样子说哈？为什么呢？帮顾财你啊哼。所以你自己本身养甜瓜，可是你不可以杀甜瓜。不可以杀啊。你只是养。对。繁殖它们，养了卖掉。啊，对。这样谁杀？啊，卖掉人杀咯，我卖。你也不吃，你也不吃。啊、很少了。很少。嗯。有吃了，但是不杀。嗯。杀会怎样啊？嗯，杀会怎样？杀了蛙比较不好。会怎样不好？你会不好还是他不好？蛙比较不好。嗯，蛙比较不美哈。是的。哈？是吗？我有这种说法哈。真的吗？笨蛋啊。嗯。这样子了。嗯。幺零幺来了哦。幺零幺。哇，老师的运气很好嘞。幺零幺来了。我要定他了，他定不到。幺零幺，幺零幺，快点！我现在其他的我不要了。我们曾经啊，我不要看了。我们曾经刚刚不是有个奇人哦，是用手来开榴莲的。是没？看过吗？那个人还在吗？啊、就是刚刚不是。那个人还在吗？有。哦，有在哈、啊。给我呀。还有啊。有。啊，幺零幺来了，哇，就是在等你了哈。幺零幺。这个是新鲜的哈，刚。刚刚的哈，新鲜的，非常新鲜的。啊，看到吗？哇，来这样拍一下，拍一下。哇。白色。幺零幺 ，OK， 来，我有一种喉咙痛的感觉了，是啊，嗯，等一下，最后是有一种喉咙痛的感觉，嗯，边顶边顶，幺零幺，幺零幺，不一样啊，不一样，哎，我的助理很激动，你什么事？你为什么站着来看？你不是头晕的吗？哇，嗯。啊，好吃好吃！来了榴莲王来了，来了来了，又有几辆车来了，我的好吃。榴莲好吃吗？幺零幺的好吃哈。嗯，太感动了，安哥。这里。嗯。太好吃了，好吃了。好吃了。好吃了。民种就是民种哎，真的是贵族就是贵族哎。有，买的，买的，买的。我的朋友送一点山竹小姐。嗯，好好，又有山竹过来哈。嗯，不多啦。你送山竹来的？安哥。这是谁？安哥。安哥。不啊，他很年轻啊。啊。为什么叫他安哥？他这么年轻。山竹 ，OK，Thank you。送山竹，送山竹。啊，要吃山竹茄子。来，
来看这边啊，打个招呼去。OK， 来，谢谢你的山竹，谢谢。我们来边吃边喝的。来过来坐一下。种子吃的呢，这里是他们说乱丢的，丢在那边就行啊。还有吗？101来，我看你开101。哇哇，这101花花的，我要这里。朋友去拿到吉利过来榴莲。吉利什么牌子？什么品种？普通的啦。啊，刚刚跌的。刚才那里好吃。他的101 OK 吗？刚才那里是我的盐店的，这里是他的盐店的。哦，有分的哈。哥的盐店的。刚才那个你跟他拍照了。你的盐还有吗？我的盐没有了，小丽的有。啊，小丽好吃的嘞，其实不要小看小丽的。小丽的有。嗯。喉咙有点痛。我给我开，我开。你开开开给我吃，开给我吃。我再这样吃下去啊哈，不死，还发着气。嗯。你们可能在吃饭，吃午餐。我们是榴莲水果大餐，然后榴莲种子乱丢。还有山竹。嗯，还有山竹特地送过来的哦，特地送过来的。嗯。哇哇哇哇哇哇哇！等，小丽的就是好吃很玩的哇，这里哎软的，软的哈，好吃这个，还有里面还有你们吃，好吃好吃。哇，安哥太好了。今天三年了，哇，太好了，里面没有的，别小看小丽的，其实挺好吃的，来看看，小丽的好吃。小小，我们在你咖啡店喝咖啡，你还小小啊？啊，该洗，现在多丽第一次吃这么多榴莲一次过吃到吐为止，吃到吐了以后就不敢了，以后就不敢吃了。不会的，不会的，以后你又很想念了，是吗？就好像早一点来，明年就早一点。榴莲味啊！村长没有叫我。如果早一个月来的话，更多好选择。更多好选择。刚好今天要榴莲味，两个星期前就好了。嗯。两个礼拜前都亮。嗯，这个好吃，软的这个，嗯，好吃。在山竹树下吃榴莲。粘一只山竹。多惬意哈，旁边一群狗，一群野狗，然后在榴莲吧里面，不是，我是讲那一群狗，那一群狗，那边的狗，然后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爬了山过后来吃榴莲，那感觉挺好的，挺好的。老师，快点，爸。快点吃！我真的吃不完了，我一种喉咙痛的感觉。那快点吃了，吃山竹解凉。嗯，别紧，我吃完它先。嗯，给他们。第一次吃榴莲吃的这么没有形象哈，吃的这么爽。明天才剪，吃完今天，明天才剪。嗯。你真的不吃了？不好，饱了。嗯，我也是。哎，其实我们这里很写意嘞，你看，我们在山竹树下吃榴莲，旁边一群狗，这边一群好朋友，这边一群好朋友，那边一群狗。然后就是在另外一边呢，就一群牛蛙唱歌给我们听，那边就牛蛙。明年早点来。明年我们早点来。他狗会吃榴莲吗？会，他家狗超厉害吃。哇，哎，老师，你的狗会吃榴莲吗？我家狗不会吃，不会啊。会中毒嘛？狗不可以乱吃东西的，会中毒的。要打包一定回去给他吃。不要，先给他变坏蛋，连他什么都会吃。还有。这个就是午餐。我不可以了，太饱了。哎呀，最后一个了。还有吗？这是什么的？101。这是101吗？这硬哎，这硬啊。
葵山鱼啊，来到葵哥聊的葵山鱼，新的鱼。为什么榴莲这样子的餐厅来哈？味道，榴莲的味道太浓了。来，我开你们吃来。我真担心我明天流鼻血，可能等不到明天，今天晚上就流鼻血了。不会啦，等下我们转过去喝盐水。我觉得我有可能了，太补了，太补了。吃了人家要吃午饭再来吃，你看我吃不下啊。明天再减肥。不要开了啦！不要开了，不要开了，不行啊！因为他是开完，哥之前开过了。嗯。我在喝水，它就很饱。是，哎，是不行啊。酒味啊！那有酒味啊！啊，哎，老师要是有酒味。哎，我叫徐凤芝，爱吃徐凤酒。真的有酒味啊！有点，你知道我吃多少粒了吗？讲不要了，又来这。有酒味，真的。真的。是个月吗？有点。你买干了？老人了。有酒味。真奇怪，没有种子啊，那都没有种子啊。这么像扁扁，因为它很小粒，拿着啊，拿着啊。好啊，来啦，一点点。糖分比较高而已，小了，没有种子。没有种子吗？我吃到很够力啊！太小了，这个没有东西，很好吃。我吃到很够力了，一直吃，吃，一吃过。哎，很小个哎。给奶奶吃。刚才那个比较好吃。丢。看个榴莲了。这个也要吗？它有一个是另外一个什么牛舌。好困了，是卑鄙了，这个好的，这么大一粒，奶牛的有奶牛，这个有酒味的，不大行了，不要了，不行了，没摸呀，要吸毒了，有一种要中毒的感觉，不会啦，榴莲那会中毒，然后就有点，有点喉咙痛。有点想咳嗽，够力，这个很大力，我们要椰子水，打到吗？打不到嘞，可以吗？打不到，明天没有马票啊，今天都空了。有不行啊，有酒味是吧？有酒味。我们吃太多了哈，有一种哇，真的是哈，辛苦啊。老师好吃吗？好吃好吃。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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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有没可以聊啊？可以聊啊，还没装起来先啊嘛。这个还可以开，这个也可以。还要吃啊？谁还吃？看我吃很多，我真的吃很多，我自己数不清啊。因为那边有水洗洗手啊，有洗手哈，来洗手。山水来的，山水很冷的，在那里山水，山水很好嘞，加开。改装了这样，山水来的。有山水，刘健你节省，你看你连水电费都不用给了。没有电。水费的呗。没有电了，点蜡烛啊。他说这个是山水来的 ，OK， 这是山水哈，因为太阳能啊，真的。马克，山水，山水为什么？不是啊，阿姨你不来过呢 ？OK， 他的人在煮东西吃哈 ，OK。要吃一点山竹。要，我要山竹。山竹什么？哎呦，坏了，这里。山竹，刚才也是新鲜的哈。这个采的，来，没事，静静，我自己搬，可以搬，谢谢，这样保不到，按搬了就行了。哇，真的吃好多，不美边，哎，来，可以，帮我开一下。它不是饱，它是腻。腻啊。甜啊。它是甜啊。我不行啊。觉得是。
好像你喝德欧，你喝到马来。没有，他不喝德欧。铁砂掌，他讲他的手是铁砂掌。他的三处熟嘛，感觉三处熟哎，很。熟。甜品啊，这个甜品。OK， 吃完榴莲呢，我们通常就是要吃。山竹，火候啊，山竹，山竹哈，来这个，三个，要谢谢他，谢谢你哈，你的盐的那个榴莲太好吃了。如果明天喉咙痛怎么办？我来找你算账吗？很可能哦，很有可能，我现在已经开始觉得。回去之前去蘸那个凉茶来喝。嗯，你这个代价。没啦，洒伤口了的。石草水，三角牌那个水可以吗？嗯，可以的。嗯，野水最好了。嗯。酸。嗯，怎么你三柱酸呢？不是我了。也是最后不了了。不是我了。又是三柱尾，我什么都吃尾。刚开始啊。刚刚开始啊，菜呀。刚刚开始的。我觉得不够熟。再酸一点更好吃吗？是吗？山竹抗癌耶，抗癌的。有抗癌没？嗯。山竹抗癌啊。它不是很熟，它有点酸酸。哪里？那是老狗。就是可以吃的。那是很老了哦，你不要看它哦。嗯，是它是这样。拜托。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十年了。我没有在这边住。啊，你没在这边住？啊，是安哥这里住了20年。啊，你现在住了？住了多少年了？哇，差不多14到15这样了。你没有出去市区没有？没有。完全不要出去，为什么？啊？养老啊，这边。可是15年前你不老啊？啊？那时候都有50多，60哦。哦，六，现在70多了。70。70了，看不出啊。54岁也养吧。啊，你54岁就进来这个吧里面。没有，在隔壁做。啊 ，OK。养3年喽。啊。3年自己出来，才自己慢慢做喽。啊，然后在这边。啊，这边就养到70了，就几年，16年了喽。是啊。54。可是一个人在这里面不会怕吗？不会。很寂寞呢，晚上是很暗的哦。不会，会有危险吗？没有。有鬼吗？没有。哈哈哈哈哈！太可怕了。强火飞过来。有吗？有什么灵异事件吗？遇到什么事情啊？七月要到了，大家要听。一轮是什么呢？等，我来。林安哥，你不要跑，你不要跑。来，看过什么？我们想听。我看过。不会讲骗话的。一个大球一样哦，啊，你看这边啊，看这边，差不多这样大力哦，啊在哪里？葡萄干高一点啦，啊，怎么这样在飞度过？哦，这是那个外星人啊，不知道哩。有火的吗？有。有火？有火这样尾巴。会不会是流星陨石？这样大力，这样子有声音了吗？没有，就是。我突然间然后出来在这边啊，就在这边啊，一个球这样飞就过哦，火球啊，真的，那个是外太空了吗？地上的呢？看了过后怎样？衰啊！怎么衰？你的牛蛙死啊，还是什么？人牛蛙不到会死，人生病，人不顺，不顺啊，不顺。我给球踢到，哦，给球踢到，你给球这个叫做不顺。他的人生好开心，好简单。有没有动物来？动物有没有老虎啊？没有啊，这边没有老虎。山猪呢？山猪，我们刚才一直讨论山猪。山猪啊，山猪大把这样多。山猪来的时候怎么办？我这边时常杀。时常杀山猪啊！哎呦，我朋友阿弥陀佛，不是我，不是你，我朋友抓山猪来怎么办？好，躲进屋子。如果山猪来，他们已经打死了。啊，他们是打猎，打在哪？是打猎，拿来打猎，拿来这边杀。然后还晚上睡觉，如果风大雨大，会怕吗？不会，榴莲又来了。不，这个是山猪丸子。以前山猪丸子有几个榴莲树，我就怕。怎么了？因为榴莲树太高嘛。哦，怕那个榴莲掉下来，压下来啊。我们是讲的灵异事件，是晚上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呀？看不该看到东西。没有。有没有人来跟你来打招呼？10多年都没有啊。哇，你有拜神啊？没有。也没有拜神啊？是吧？鬼火啊？鬼火啊？肯定是鬼火啊。哇，这个什么东西？猫山丸？哇，真的还有哎！
啊，那里松鼠吃过了，猫山王啊，猫山王来的，你确定吗？普通的我不要吃，普通的我不要吃，你只有告诉我是猫山王，我才吃。OK， 年轻人，啊，年轻人跑去哪里？啊，牛哥，啊，牛哥，啊，牛哥，牛哥，啊，又拿榴莲来了哈。极好，你看，极好，这边人挺好啊。是啦，是。有机会啊。跟村长一起来，有啊有啊，对呀、啊，是来拜访你一下，看看一下，老当益壮。哎，这个地方可以搭 camp 的吗？露营？可以、啊。真的吗？可以。多蚊子嘞。不用紧啦、啊，困啦、啊。我们陪他，他一个人啊。我们来这里搭 camp 陪他过夜，我怕晚上还怕鬼火嘞。看不到掉东西的啦，我们可以做效果的。我的工人就看几轮啊，看到吗？看到什么？7点多要跑路出啊、哦。嗯，他看到一个人影嘛。啊，他跑前去，那个人影不见了。我围着篱笆，那个人影这样过那个篱笆。哦，他又往那界线来看，又没有动，啊、没有什么，那个人怎样过去哦？是啊，啊，我叫他。我叫你不用怕哦，那个是拉豆来咯，你看到拉豆就好，我不敢跟他讲。看到拉豆就拉豆就幸运了啊，看到鬼火就衰。老人家不可以讲骗话。看到两轮啊，哦，两轮啊，在这边啊，你就没有看到了？你很多一开始看到吗？是啊，啊，我不会了，我运气很高，运气高还是运气低？高哦，这是好了，看到那个是好吗？我的运气会高。你看你额头这样高这样亮，怎么运气不高？是啊，我就运气低啊。他一直转，你不要转了哈，我一直跟着你转啊。你看几开心，我们来陪你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大帐篷在外面呢，好陪你就不得空了。盖工头叫外夫，一盖不夫就烂长裤就挨挨。不要这样讲，大家十个光头九个富，一个光头不恢复就是他啊，他穿烂衣服，没有了，你这种才是。哦，那种深藏不露啊，深藏不露啊，床底下可能藏着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的哈。对挖金了，可以挖到了吗？他可能挖了很多。收在床底下哈。开玩笑啊哈。还不错啦，你看乡村的生活哈，在还有过年气氛哦，你看还有哈，还有布置的，还有布置，差不多了。可以看你的房间吗？我不要啦，可以看你的睡房吗？我想看一下，我好奇，我好奇，我看风水的，可以看一下你的屋子吗？我已经来到这里了，我没有收你钱呢，我随便看一间屋子，你这个是 bungalow 12千，我告诉你啊，我看 bungalow， 来看看，这是不是 bungalow 独立式嘛？独立式没有12千，我哪里要看？这独立式 ，OK？ 太脏了，太脏了，不好意思，客厅哎，狗啊什么的，没有，我看看一下，我看看。味道很重，不好意思。明年你装修一下，我们过来。过年我过来拜访一下。过年啊，初年三十来就最好了。年三十啊，年三十谁要来跟你吃？不是，年三十我们大家都有家庭的 ，OK， 我们要跟家人吃饭的。我们年三十，我这边有请吗？哦，你这边啊，请印尼子吃啊。哦，请印尼子吃。你不要当我们，大哥，你心不好。不要误会，我有请印尼子来这边吃啊，有跳舞啊，还有跳舞啊，玩呐，我还有跳舞。要请那个晚上出来，印尼子，七月要请那种。今七月有拜吗？今七月有拜吗？什么都没有，没关系啊。头痛啊，不知道会被爆血吗？要水看一下水，水仙，水仙冲了啊！多喝水 ，OK 啊，喝水仙了。我要给他弄到要爆血管了，脑充血。你们不要误会，我就说年三十啊，是吧？来热闹啊，不然你一个人呢？哦，没有，你又没有出去。我这朋友有啊，他是哪里人哦？刚刚不来啊？刚不来，谁的孩子啊？阿贵啊，弟弟，阿贵也去啊，堂弟。我的电话又没有电了，我要关机啊，受限了，没有办法，因为 charge 不够，又没有电了哈。所以来，安哥讲多两句话。过来，过年，过年，过年，年三十晚你要呼吁谁来你的家吃春卷。
没有跟着你指一指、啊、叫叫、啊、如果大家的粉丝如果你们的call、啊啊、要陪陪老人家、啊、你们可以过来这里刚刚不来的榴莲园不知道的话问村长地点哈然后可以来陪老人家一起吃团圆饭、啊、陪他吃团圆饭不然他一个人呢不然 他又不要出来他有一妮子、啊、一妮子很多我知道我一妮子陪我吃好好好这样好一妮子好 OK 了再有拍红包给他们了没有电了、啊、OK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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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日游结束 ，OK， 拜拜，谢谢你哦，还有谢谢你哦，拜拜，还有谢谢那个 Hanson Hanson， 拜拜 ，OK， 还有导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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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来，还有导游在哪里 ？OK OK， 好了 ，OK， 拜拜。